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书时光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刚上高三那年，放假回家，听弟弟说，咱家要拆迁了，知道吗？我不做理会，因为我知道，即便拆迁了，也跟我没有关系。家里的钱只会是弟弟的。弟弟却不依不饶，拿着盆往我头上打，当的一声，弟弟爆发出阵阵笑声。 哈哈哈！哈，瞧你那怂样，成绩又不好，还整天装模作样读书。爸妈都跟我说了，等拿到拆迁款，我们就搬到城里去住，不要你了。我心里气愤又委屈，我很想还手，可却只能咬紧牙关，逼自己冷静。因为只要我一还手，弟弟就会告状，到时候只会得来父母一顿毒打。我安慰自己。 等他嘲笑完就好了。果然，没一会儿，他觉得没意思，就自行离开了。我收拾完家务后，天色已经晚了，爸妈才回来。他们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。我在门后面听见他们说：“拆迁款下来能有不少钱呢，到时候我们就去城里买个大房子，给陈耀天报个兴趣班，学点本事。对，搬家的时候偷偷走，别让陈鱼发现了。” 这个赔钱货，我看着他就来气，我害怕极了，心跳得很快，眼看就要高考了，我早早的就知道，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改变命运，父母却要在这个关键时刻抛下我，我不能放弃，于是心一横，推开门，哭着跪在他们面前，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，爸爸妈妈，高考完我自己走，现在能不能不要抛弃我？ 你们出的学费，我毕业以后会打工赚钱还给你们。爸爸一脚踹在我身上，长本事了你，敢偷听我们说话？你一个女娃子读书有什么用？以后还不是只能在家带孩子？我不发一言，继续磕头，直到头都磕破了也没起来。妈妈嫌我烦，忍不住朝我翻了个白眼。行了，高考结束自己滚。 休想拿家里一分钱，家里的钱都是你弟弟的，打个借条吧。于是我在父母的注视下写下了欠款五千块的借条，只多不少，抵我一年的生活费和学费。妈妈收起欠条，不耐烦道：“真不知道你整天学习个什么劲儿，成绩又不好。”突然，他恍然大悟，给了我一巴掌。 是不是用学习当借口想逃避做家务？以前我成绩很好，是学校数一数二的尖子生。后来爸爸去给我和弟弟开了家长会，老师当着爸爸的面夸了我，说我学习好，是个上大学的好苗子。又批评弟弟，说他聪明但不知道好好学习，成绩一直不上不下，这样下去是考不上好大学的。爸爸气愤至极。 回来对着我一顿打，说是我只顾自己，不知道帮助弟弟。我被打哭的时候，爸妈却在一旁大声密谋：他要是考上大学，我们难不成还得花钱供他？不可能，女娃娃配上什么大学？要不别让他读了，回来打工吧。别到时候真考上了，从此以后我考试会故意做错题，将自己的分数压得很低。 那学期期末，我成绩比弟弟还差，成了班里的倒数。爸妈总算没有再提让我辍学的事了。我知道，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，所以我不可能放弃。即使今天受委屈，我也只能忍。自从听说家里要拆迁，爸妈干脆也不干活了，每天要不就是在家玩，要不就是到处去宴请亲戚，炫耀自家即将拆迁的事。 平时好些不联系的亲戚听说后，便经常与我家来往，还说希望爸妈以后多帮助他们，说了一堆好听的话。爸妈耳根子软，哪受得了这些吹捧？每天自掏腰包请大家打牌、吃饭、喝酒、唱歌，当然也不能忘记他们最爱的儿子。爸妈给弟弟买了最新款的水果手机，还有最时髦的衣服、鞋子。 弟弟穿着去班上炫耀，同学羡慕不已，纷纷说他是隐形富二代。而我生活毫无变化，甚至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，与他们格格不入。所以，即便我们是双胞胎，是一家人，弟弟也不让我在学校里说出我们的关系。用他的话讲，就是丢人。后来，爸妈给弟弟报了个周末补习班，让我给弟弟当书童，帮他拿包。 买饭，弟弟心安理得的使唤我做这做那，但即将拥有大笔拆迁款的他，怎么会静下心来学习呢？于是他跟我说：“你去替我签到上课，爸妈问起来就说我一节课不落。”听见没？我点点头。他又威胁道：“要是走漏风声，看我怎么打你！我可是拆二代，有这么多钱，我还读什么书？那些十年寒窗的。” 毕业以后还不是要给我打工，于是我应他要求替他签到上课。老师知道我们是一家人，也没多说什么。即便每天要被弟弟使唤，他心情不好还会打骂我，但我还是很开心。终于有地方能够让我安心学习了，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问老师。于是我每个周末都来上课，弟弟则是去附近的黑网吧打游戏。 等我上完课再去接弟弟回家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快要期末时，我拿高考卷自测得分，已经可以考六百七十的高分了。可即便这样，期末考试我还是只能故意写错，成绩出来，我只考了三百五十。弟弟每天想着吃喝玩乐，成绩自然不理想，也只考了三百八十分。他害怕回家被父母骂。 便拉着我一同说谎，让我谎称他考了六百分。说谎的弟弟如愿以偿，得到了爸爸妈妈的夸赞，又是给他钱花，又是买东西，还说高考完要给他升学宴。我们老陈家终于要出大学生了，到时候亲戚们不得羡慕死。我就说还是生儿子好。我在一旁不敢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做家务。我考得越差。 他们越放心，这样高考结束，我只能进厂打工。弟弟拿到钱后，立马就在班级群里发红包，零花钱太多了，用不完，给大家发个福利吧。原本沉寂的班级群一下热闹起来，所有人都在羡慕和夸赞他。哇，大红包！陈耀天家里这么有钱吗？哥，以后能不能照我？弟弟尾巴都翘上天了。 回复道：“当然，以后毕业来我这打工。高考完我就准备创业了。天天读死书，不如多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几年。我没抢红包，也没说话。我知道这些都与我无关。读书再没用，也足够帮我走出小县城了。父母和弟弟出门都是高消费，现在家里又没人干活，家里的积蓄很快见底。” 父母也开始忧愁，拆迁款怎么还不下来？但看之前别的村拆迁也得等一两年才下款，所以他们也没放在心上。于是没钱了就去找亲戚借，亲戚听说他们要拆迁，爸妈又答应他们等拆迁款下来给利息，因此亲戚也愿意借钱给他们。一家人又过上了啥也不愁、成天享受的日子。 距离高考已经没多少时间了，弟弟仍然一次补习都没去过，整天不是炫富就是打游戏，而我每天刷题学习，查漏补缺，有不懂的就问老师，一刻都不敢放松。高考那天，我感觉异常轻松，题目类型都是我平时见过的，每个知识点我都牢记于心，下笔如有神助。出考场的时候。 我抬头望了望天，阳光是那样明媚。以后我就是大学生了，我要考得远远的，再也不看他们的脸色生活。弟弟出考场的时候，爸妈是拿着横幅去接的，还买了一堆零食，挨个给同学发。但对于我，却仿佛不认识一般，看都不看一眼。弟弟没有回家，只是给爸妈要了零花钱，领着同学唱 K 去了。他说。 以后就是成年人了，今晚不醉不归。我也没跟他们打招呼，只是飞奔回家。那天我脚下生风，仿佛压在我身上多年的石头碎了。我没有参与任何庆祝，也没有暴露自己考得怎么样。转头立马开始找兼职，很快我找到了发传单的工作。毕竟我还要还债。高考成绩出来查分当天晚上，父母既兴奋又紧张。 爸爸大胆猜测：“你说以耀天平时的成绩来看，咱们县今年的状元会不会是他呀？”“有可能。”妈妈回答道。他一想到要成状元母亲了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儿啊，到时间了，快查成绩！弟弟不耐烦的将他们推开：“你们懂什么？你们又没上过大学，躲远点吧，别影响我查成绩。” 我查到了，自然会告诉你们。爸妈闻言也不生气，只是笑笑道：“哎，好儿子，妈不打扰你，你快查。”过了没多久，弟弟才出来，吞吞吐吐道：“查到了，考了，嗯，六百多分。”爸妈兴奋的拉着弟弟又亲又抱。“哎呦我的天呐，好儿子，六百多多少啊？”弟弟挠了挠头，随便说了个成绩。 嗯，六百六百九十吧。我望向弟弟，弟弟却给我使了个眼色，仿佛在警告：你敢把我的事儿说出来，就死定了。爸妈开心极了，大晚上的也不顾是不是打扰别人，挨个打电话请亲戚朋友过几天来参加弟弟的升学宴。喂，他婶子，对，耀天的高考成绩出来了，考六百九十呢。 可能今年县状元就是他了。过几天来吃饭啊，我们在城里饭店给耀天办升学宴。你说陈瑜呀、啊，那死丫头平时成绩就不好，哪考得了几分呢？我都懒得问。要不说这女儿就是赔钱货呢，白养十几年，面子也挣不到，钱也挣不到。我不敢当着他们的面查成绩，在没报志愿之前。 我不能说，否则他们肯定会阻止我上大学的。但我心里也万分紧张，一晚上没睡着。第二天天不亮，我便坐上了县里一块钱的班车，到离家远的地方找了家网吧，坐在电脑前查成绩。在点击查询后，网页卡了一会儿，随着图标的转动，我的心也快跳到嗓子眼了。 终于成绩显示出来，六百八十八分。我激动地流下眼泪，拿出纸笔，小心翼翼地将成绩抄在纸上。抄写的时候，我手一直在抖。我清楚地知道一路走来有多不容易，如今也算学有所成，一切都有了好结果。我小心翼翼地清除浏览记录，又将纸条藏好，才下机出门。回家的时候。 爸爸跟我说：“你们老师让你去学校一趟，电话都打到我这来了。”他用手指在我脑门上使劲戳了戳，又不知道犯啥事儿了。一天天真不让人省心。到学校我才知道，原来老师是要我接受媒体采访，因为我是今年的现状元。我突然有些后怕，问道：“老师，你没告诉我爸我的成绩吧？”老师不明所以。 没有啊，你家里人应该早就知道了吧？你爸在电话里挺凶的，我都有点被吓到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继续道：“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能接受采访。为了避免再出现这种情况，我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老师说了。”老师投来同情的目光：“哎，可怜的孩子，怪不得平时在课堂上看你知识掌握的不错。” 考试却一塌糊涂，老师答应你不会向你父母提起你的成绩。过几天填志愿就来老师家填吧，老师家有电脑。嗯，谢谢老师，我向老师鞠了个躬就回家了。这几天父母一直在忙弟弟升学宴的事儿，订饭店、买新衣服都花了不少钱，向亲戚借来的钱都差不多花光了。 爹妈看着家里的存款余额，也有些心急。妈妈便提出，耀天爹，等耀天升学宴办完，咱们一块上县政府问问拆迁的事儿呗。行。填志愿的时候，我报了浙江大学的计算机专业。我听网上说这个专业能挣钱。很快到了升学宴那天，爸妈和弟弟都穿着新衣服，脸上带着笑，在门口迎接客人。 亲朋好友都对弟弟的成绩赞不绝口。老陈啊，你家可是祖坟冒青烟了！我听说今年县状元就姓陈，应该就是你们家耀天吧？爸爸立马握住这位叔叔的手。那肯定是了，我们家耀天可是考了六百九十的高分。哎呦，太了不起了！叔叔说着就掏出一个红包给弟弟。谢谢叔叔，弟弟表面说着谢谢。 却看起来心不在焉。不客气，你们家拆迁款要下来了吧？到时候还得靠你家多帮衬。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整个宴会厅充斥着欢乐的气氛。而我却在后头忙前忙后，又是摆桌子，又是打扫卫生。只因妈妈说，女娃娃要勤快，别想着给了钱就能坐着吃，赶紧去后头帮忙，别出来丢人。 等收拾好一切后，我才准备坐下。可破旧的衣服早就脏得不成样子，客人都坐满了，好像没我的位置。我只能端着小凳子去跟别人挤挤。可迎接我的只有嫌弃。我刚坐下，就有人小声议论：“好脏啊，离我远点吧。”我突然感觉心里酸酸的，我咬着唇，像以往无数次那样将眼泪憋回去。 我也没多做停留，端着饭碗随便加了两样菜，就赶紧下桌了。我蹲在后面，像个流浪者一样，大口扒着饭，而弟弟却穿着考究的，在台上发表自己的成绩感言：“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升学宴，我能考这么高的分，主要是因为我的聪明才智以及我的努力。”所有人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。 就在这时，门外来了一群扛着摄像机、拿着话筒的人。他们敲了敲宴会厅的大门：“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我们是县电视台的，来采访今年的县高考状元。”爸妈一听，激动坏了，赶紧将人请进来，又向大家介绍着：“这几位记者朋友要来采访今年县高考状元，也就是我儿子。”随后，他将陈耀天拉过来。 满脸笑意，儿子，状元，快过来接受采访，大大方方的。陈耀天扭扭捏捏的走过来，一直低着头。记者面色有些尴尬，和同事小声商量了些什么，又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您可能误会了。状元听说是个女孩子，叫陈，不可能啊！”爸爸打断他：“陈耀天是不是是男的呀？高考六百九十分。” 记者皱了皱眉，道：“您听我把话说完好吗？今年县高考状元叫陈瑜，听说是您女儿，我们才过来采访的。高考分数是六百八十八分。”记者四处张望，大声喊道：“陈瑜在吗？”我赶紧扒了两口饭，放下碗，就一路小跑上前。爸妈看了我两眼，彻底傻眼了。妈妈拦下记者。 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们家这死丫头学习很差的，而且我儿子高考成绩时六百九十分，比六百八十八高啊，他才应该是状元。接着，我妈当着所有人的面揪着我的耳朵，愤怒道：“你这死丫头，怎么可能考六百八十八？你是不是抄你弟弟的了？”我捂着耳朵为自己辩解：“我和弟弟高考又不是一个考场。” 怎么可能抄他的？记者拦下妈妈：“这位妈妈，您冷静，打孩子不是一种好的教育方式。而且咱们县今年没有人考六百九十。至于怎么回事，您可以问问您的儿子。”妈妈看向弟弟，他一言不发。记者拉着我出去采访，看我身上衣服太脏。 一位姐姐把自己的衣服脱了披在我身上，期间问了我几个问题，采访就差不多结束了。记者刚要走，爸妈又将他们拉进宴会厅，因为在场宾客都怀疑陈耀天成绩作假，爸妈不信，偏要找记者过来证明。记者解释半天，爸妈也不信，他们偏执的相信陈耀天就是考了六百九十分，于是招呼弟弟。 耀天，快把手机拿出来，当场查分给他们看，别让这个赔钱货冒名顶替你的状元位置！弟弟恼怒推开父母，带了点恼怒，说了：“我不想查，不早都查过了吗？还查什么？”妈妈却突然流泪，跪在他面前：“儿啊，妈这辈子第一次求你，查吧，这么多客人看着呢，你不查，咱家的脸往哪搁？” 爸爸拉起妈妈：“你这是干啥？”儿子，别理他，爸爸帮你查。说罢，爸爸拿出手机，又询问了一旁的记者后，打开查分软件，让弟弟输入信息。弟弟不情不愿的输入信息，结果很快出来，上面赫然写着三百三十三分。爸爸和妈妈盯着屏幕看了许久，才反应过来，弟弟骗了他们。 于是，爸爸反手一巴掌打在弟弟脸上。“你个逆子，今天真是让我们丢尽脸面，居然才考三百三十三分！”打完，爸爸还觉得不解气，又抽出皮带要打弟弟。妈妈见状，赶紧拦下来。“哎呦，老陈，别打，咱家就这一个独苗，打坏了怎么传宗接代呀、啊？”爸爸这才冷静下来，弟弟却不高兴了。 我都说了不查不查，你们非要查，这下好了，怪我吗？我还不是想让你俩高兴点。前几天你们不是挺开心的吗？再说了，成绩好又怎样？咱家拆迁马上有钱了，到时候要啥不能买，还考大学做什么？爸妈哑口无言。家里有好事儿，亲戚朋友可能不是真心祝福，但家里真出事儿。 不少亲戚朋友却是真心想看笑话，因此下面有人开始冷嘲热讽：“哟，我还真当你们老陈家出了个高材生呢，结果就三百多分，还没我儿去年考的好呢。考的差也就算了，还骗人，这小子道德败坏，将来指不定成什么样呢。”爸妈实在抬不起头，只好叹气，一言不发。表姐宽慰他们。 陈瑜不是考了六百多吗？现状元不还是在你们家？爸爸却深吸一口烟，表情惆怅道：“你懂什么？女儿考再好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是帮婆家养的。我们是不可能出一分钱给这个赔钱或上学的。”刚大学毕业的表姐脸上青黄不接，干脆找个借口离开了。说完，爸妈好像突然想起什么。 转过头来盯着我，爸爸又开始解皮带。你这个死丫头，考这么高是不是作弊了？你从小就没要天聪明，怎么可能考这么好？这次妈妈没有拦着，任由爸爸抽出皮带往我身上抽。瞬间，我皮肤开始火辣辣的疼。一旁的记者眼见事情不对，连忙上前拉开爸爸。这位先生，请您冷静，虐待孩子是违法的。 我们摄像机拍着呢，爸爸看了眼摄像机，最终还是把皮带收了回去。我看着爸爸，眼里只有恨。我不懂，同样都是他们的孩子，为什么弟弟考高分就是争光，我考高分就是赔钱货呢？就因为我是女的吗？我委曲求全了十八年，现在我要为自己做主。于是我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将内心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出来。 陈长贵、刘艳，你们配当我父母吗？我跟弟弟同一时间出生，但从小他除了吃就是玩，要啥买啥，而我从小就被你们骂是贱人，是赔钱货，从小有干不完的活。可是你们冬天连一件棉衣都舍不得给我买，就连拆迁都要想办法抛弃我。我有些哽咽，你们怕我考上大学。 不想掏钱供我读书，想让我早早的辍学回家打工，所以我只好假装自己成绩很差，就是为了求你们让我读完高中。现在我终于考上大学了，以后我不用再受你们的气了。答应过你们的这一年学费、生活费，我会还给你们，连本带利。以后我们两清了，我也不再是你们的女儿。妈妈指着我的鼻子骂：“你考上大学又怎样？” 我们不让你上，等你录取通知书到了，看我不把它撕了！我就不信还整治不了你这个贱种了。我早就料想到这种情况，还好早有打算。录取通知书的邮寄地址我填的老师家，他说会帮我保存好的。我不屑道：“随便你，但你恐怕收不到我的录取通知书了。”说完一大段话，我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。 完全提不起精神，就连父母在一旁骂我也有些听不清楚，只隐隐约约听见他们说什么拆迁不分你钱之类的，我都不在意。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：终于解脱了。在所有人吃瓜的目光中，我离开了宴会厅。我找的发传单兼职本来就是包吃包住的，于是干脆也不回家住了。现在我能养活自己。 几天后，我上街发传单，遇到了补习机构的老师，他率先认出我，跟我打招呼：“哟，状元在这发传单呢！”哈哈，开个玩笑。恭喜你，陈瑜同学！我向老师道谢，他似乎看出我的窘迫，于是介绍道：“你要不要来我们机构兼职家教？一节课二百块。”我有些激动：“真的吗，老师？”“当然是真的。” 高考状元来我们机构，这不活广告吗？我连忙道谢。第二天就去了机构，这下我能快些凑齐还爸妈的钱和学费。结果我当天刚上完课，准备回去，班主任却找到了我：“陈瑜呀、啊，你爸妈举报你高考作弊这件事都闹到县教育局了，现在网上也闹得沸沸扬扬。” 都说咱们县今年理科状元是靠作弊来的。老师给我看手机，我一番评论，网上全是骂我的。还以为是励志典型呢，原来是个作弊的骗子。这种人建议坐牢，反正上了大学也是社会败类。啧，看着挺老实的，只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。看着这些骂触目惊心的文字，我突然就委屈的哭了。 我明明是靠努力才取得的成绩，怎么一下子成了作弊？他们就这么恨我吗？到最后也不放过我。我的弟弟甚至聚集起一部分同班同学，在网上发视频造谣我。他平时成绩一直很差，怎么可能高考一下考这么高分？肯定是作弊呀、啊！听说作弊会取消高考成绩，年少无知的我好害怕。 现在的我不敢出一点差错，否则身后就是万丈深渊。老师见我哭，立马递上纸巾：“别担心，陈瑜，老师相信你。而且是不是作弊，不是他们说了算，要等上面查清楚才知道。咱身正不怕影子歪，别担心。”听完我才松一口气，确信自己没作弊，那就查吧，还我清白。最终，官方辟谣。 我没有作弊，高考成绩正常。而此时那天采访我的记者把采访视频发了出来，视频也顺带播出了我家那天的闹剧：父母重男轻女，恶意辱骂我。这下网上又对我父母和弟弟骂声一片。畜生啊！有这么优秀的女儿不知道珍惜，家里是有皇位继承吗？非把那死儿子当个宝！我要是考这么高分。 我妈能把宴席从这里摆到法国，原来不是女儿作弊，太子才是那个说谎的人啊！三百多分说自己六百九十，可真敢吹牛逼！甚至有人扒出了我父母和弟弟的手机号，每天打电话骚扰他们。我只想说，活该！想获得网暴带来的利益，就要承担网暴带来的后果。在机构干了快一个月，我攒了七十。 零零块钱的工资，虽然上课从早到晚很累，但终归是有收获。我拿出五千三百块，用信封包好，又拿出一千多去商场买了个手机。以后要上大学，总不能没有手机吧？我刚推门进屋，爸爸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：“死丫头，你还敢回来？怎么，外面混不下去了？老子不饿死你！” 你都不知道社会险恶，听着爸爸满嘴的污言秽语，我只觉得恶心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不是，我是来还你们钱的。”我将钱丢给爸妈，五千三，连本带利，我们两清了。往后我就当没你们这个爹妈。妈妈拿着钱，两眼放光，数了数，又问道：“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不会是去偷去抢来的吧？” 我无奈叹气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总是这么不堪。这样也好，别想着我能挣钱给他们花。我撒谎道：“我借高利贷借来的，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还。你们要愿意跟着我背要债，我也不拦着。”爸妈拿了钱，赶紧让我滚，滚滚滚，有多远滚多远，别再回来，别到时候祸害我们。我头也不回的走了。 后来我刷到弟弟的短视频账号，他每天在账号里炫富，说高考失利又怎样？家里拆迁以后有的是钱，考高分还不是为了以后挣钱？可他不用挣就有钱，我心里不由得犯嘀咕：家里的拆迁款真的够他造吗？拆迁款迟迟不下来，但陈家亲戚们急用钱，可等不及了。近日里，许多亲戚都上门要债。 我说老陈，你们这钱也该还了吧？说好过几个月还，这都大半年了。我儿子现在娶媳妇可着急用钱呢。陈长贵一支接一支的吸烟，表情明显有些焦虑。哎呀，再缓缓，拆迁款下来就还，我还能吃你钱不成？我家这房子能赔不少钱呢，到时候连本带利呀、啊。行，再给你一个月，下个月必须还。 二人实在等不到拆迁款的消息，便决定上县政府问问看。结果，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他们：“你们那个村目前没有拆迁的打算。”他们不依不饶：“那什么时候拆迁呢？”工作人员只好又给他们解释一遍，意思就是不拆迁。二人做了这么久的美梦，钱都用光了，现在还欠一屁股债，结果说不拆迁了。 他们感觉天都塌了，不能接受这个结果，于是直接跪在县政府门口撒泼：“来人啊，各位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说好的拆迁，怎么突然就不拆呢？这不是玩我们吗？要是不拆迁，我们今天就跪在这不走了。”小县城消息传得很快，有同村姐姐给我发短信：“小鱼，快来县政府门口，你爹妈跪在这哭天抢地呢。” 好像说是村里不拆迁了，他们不依不饶呢。不拆迁了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我回复姐姐：“好的，谢谢阿姐，麻烦您通知一下我弟弟可以吗？我没有他联系方式。我倒要看看，成天在网上炫富还造谣我作弊的弟弟，知道家里突然不拆迁了是什么反应？我赶到的时候，政府门口已经围了好些人。” 几个工作人员过来劝父母，他们却说什么都不肯起来，说必须马上拆迁，否则就跪死在这。人群里议论纷纷，原来他们村不拆迁啊！我就说明明我们村位置更好，凭什么先拆他们？是啊，这陈长贵两口子每天花钱大手大脚，估计现在没钱了，就指着拆迁款活呢。恐怕不止哦。 听说他们欠了好些外债，弟弟匆匆赶到，听说不拆迁，他气急败坏，顾不得许多，一脚脚往我爹妈身上踹：“你们两个老东西，骗得我好苦！明明我是能上本科的成绩，你们骗我拆迁，结果我就考了个大专。我还准备过几天请同学出去旅游呢，牛都吹出去了，你们让我面子往哪搁？”爸妈无奈。 只有哭。工作人员见弟弟出来，立马劝说弟弟：“赶紧把你父母领回去吧！要是这事儿被挂网上，多丢人啊！”弟弟别的不怕，最怕丢人。要是被同学知道，自己父母狼狈的跪在这，岂不丢死人了？便连拖带拽的把他们领回家。事后，政府专门出了公告辟谣拆迁的事儿。 亲戚们知道后，感觉钱包要保不住了，一股脑的冲上门要债。这下他们也顾不得什么脸面了，直接喊还钱！陈长贵，你给我还钱！今天不还钱，看老子不揍你！政府辟谣了，你们村根本不拆迁，敢耍老子是吧？他们被吓得连忙跪地求饶，但涉及到自己的利益，他们可不会心软。 几个人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，还放话再还不上钱就剁手指。在走投无路之下，他们找到了我。看见我如今靠自己的本事穿上新衣服、用上新手机后，他们眼里尽是恨意。我苦笑着摇摇头，原来父母看孩子也会是充满恨和嫉妒的。妈妈一上来就揪着我不放：“你这死丫头！” 老子供你长这么大，好不容易能挣钱养家了，你竟然敢跑！我一把推开妈妈，回怼道：“我们早就没什么关系了，别忘了那天我还钱给你们的时候就已经两清了。况且那天是你自己说让我滚，让我别回来的。”爸爸又抽出皮带想打人，嘿，你还学会顶嘴了？大人说你两句都不行了？ 我掏出手机，按下幺幺零，威胁道：“你敢打人，我就敢报警！别以为我还是当初任人欺负的小白兔！我告诉你们，拆迁想不到我，读书想不到我，现在没钱了才想到我，不可能！嘿，你今天不把钱拿出来，你就别想走！我咳了点口水往他们脸上喷，我呸！腿长在我身上，我想走就走。” 你们敢动我一个试试？明天就让你们蹲大牢！反正你们的事儿在网上都传开了，我看现在谁还帮得了你们？爸妈犹豫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懒得理会，转身去忙自己的事儿了。后来我申请了助学贷款，这下四年的学费都不用愁了，只需要挣些生活费就行了。因为我的事儿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。 学校也在听说我的事情之后，为我安排了食堂打饭的兼职，以后我不用再愁没饭吃了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同学们都是父母大包小包的帮忙拎着，只有我孤身一人拖着小小的行李箱来到学校，可我却觉得好开心、好轻松，终于摆脱那个讨厌的家了。第一学期结束后。 我买了些东西，去看了帮助过我的班主任和机构的各位老师。没有他们，我不知道还要吃多少苦。从班主任老师口中得知，我家上门要债的人越来越多，但弟弟依旧改不了奢侈的生活。最后家里连学费都凑不齐，大专都读不成。弟弟哪能接受呢？逼他们两个赚钱。 于是他们一人打两份工。前些日子，我爸因为太累病倒了，但又没钱治病，只能天天在家躺着熬，看样子快要不行了。而妈妈也只能每天干些轻松的工作，因为还要回家照顾父亲，家里基本揭不开锅了。我只能说，他们活该。如果他们能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孩子，不要妄想着一朝暴富，或许现在不会是这个下场。 再后来，我听说家里的消息是在社会新闻上。陈耀天因为缺钱，在朋友面前完全抬不起头，给父母买了份保险，受益人填的自己。趁着两个人睡着，连夜将他们杀害。刷到这个新闻，我摇头叹气，真是人生世事无常。因为看到这个新闻的前十分钟，我刚收到大厂 offer，他们的人生已经落下帷幕。 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